冰岛了。我要喝可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冰岛的可乐是全世界最好喝的。哦，对对对，真的吗？有一个条码号，但好像不是这个。Sorry。好，好了吗？挺可爱的啊，这样不错。第一站要先去吃东西，现在在下雨，今天天气很不好。我去那个，是五号吗？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过马路。OK。过马路。那里。哎，好喝耶，真的，你这个也好，那个奶有奶，嗯，有喝到那种感觉，它整个味道应该是美国。好了，这个来过，所以你吃的。With some herb oil in it. I like that.是我吗？你不是 YouTuber， 我是什么？啊，我不是 YouTuber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到了，啥子是设计的？回去。OK，Thank you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Julia， 有车了。Smoothie bowl， 现在吃 smoothie bowl 会不会等下冷爆？ It's kind of cold, man. Yeah. That's true. 不懂哎，我们现在是要做什么？就是你可以选三个、五个或七个。啊，随便你，你自己勾你要什么。我想要全部 Danish 的东西。好，我听到你们说好。好。还是吃 homemade Nutella。好。不知道是什么，好芦荟 ，Enjoy， 很甜，对不对？我要一点点就好了。这是炸鸡吗？该是，我们应该就是，我应该五个全部都有炸鸡。东山，有东山，哦，这好咸啊。
好酷哦！好酷哦！吃完饭了，然后就是在欧洲吃饭，就是特别的悠闲。现在已经晚上11:49了，然后现在还在放烟火。Goodbye， 丹麦。哦，不是，还没。Good night， Good night， Good night， Good night。这个是丹麦的排队美食，希望很好吃。嗯，是卖什么？卖那个面包的，叫 Juno。真的？嗯。这豆蔻，很好吃的。很松软。你吃到全世界最好吃的面包了。应该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面包。此生。嗯。真的就是不知道前几天在吃什么面包。前几天有吃面包吗？嗯，没有。超级好吃。超级好吃，超级爆炸！一个拥走的。Yeah.
I know that I haven't been who I was. I am supposed to be the one you can trust. I feel so useless 'cause I let you down. I hope there's some way I can make it alright. 'Cause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much more than this.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, I swear I'll try my best to always be there.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'm lost without you. I'm not without you. I hope I can show what you mean to me. 'Cause I don't know what to do if you go. Ooh, ooh, I just don't. So selfish, I made you believe that you're not good enough, but you're all I need. I'd take you places that you've never been. I would give you the world if you let me dive in. Yeah, just give me one more chance. I swear I'll try my best to help. 哇，是室外的耶，这超爆开。小美人鱼，这个是这里很出名很出名的一个景点。灵感来自于安徒生童话。我们是不是要下车？啊，对，现在在丹麦的 7-Eleven。还蛮高级的，又很干净，跟美国的比。这冰岛有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去冰岛买那个。可以吃路，可以支持。想跟你说，颜色很漂亮，颜色很漂亮吗？然后刷图嘛。我们来这里已经吃第五餐面包了，就每天都有一顿面包，都是面包。
晚上要来吃这个看起来超厉害的汉堡店，这很厉害吧？这里还可以加油，不错，是真的可以加油吗？真的，就是一个加油站的，是那个 Bloomberg 票选第27名的汉堡店，全世界哦，全世界哦，而且人很多，大排长龙，大排长龙，就是丹麦很少有地方会大排长龙。嗯，很厚实，好吃。然后这一口素食吗？想吃好哎、欸，哦，这好，我怕你不想吃，我想吃看看假肉的口感，不要放，不要放太大希望。Oh,